Sí. Sí, sí.多少海峡这么大，阿宝心，哎，你会觉得对，可是力量上面会形状都对，动作对，可是觉得力量不足，力量不足就是你在这里面的这种手势，你的手势跟你的动作很小多了，动作大不是一定要把字写大，我一定要写得很小，可是你发现哇，好像是多了一些什么力气玩，那这种不是跟别人照一，所以他在写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的效果，所以像你看我们看这个家。请无按钮办，轻轻按，转动，轻轻的弹上来，弹上来，张默是，要轻轻的，我说轻轻，就动作拉扯快点，动作抓住哪，慢慢收起来。一种非常的好，所以你看我手势动作很大，我不一定把字写得很大，可是我手势动作很大，它出来那种效果就这样子。而所以就是说，那摩擦过度，那摩擦过度，你就是在这个写的过程，你看你的力量，你的笔压要下多少，你的速度要带多少。如果不想写这么摩擦这么大，那我就比较轻一点，我速度还是一样。这样效果跟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嘛，笔压不一样，速度不一样，它所出出来的摩擦效果就不一样，可是我的动作我的手势没有改，还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关键，那这个是产生你的限制的一个要素。好，按这样。好，所以你按下调，但是现在刚刚按转播干嘛写的轻，上课上都对，可是画面的层，画面伸下去的那种感觉比较少，对比层次的对比比较少。其实你看我这样来写，你会发现，不管它是黑黑不黑，可是你发现它层次的对比非常的明显，非常明显，这种层次的感觉。我们说的，我常常是说的这个，做立体，对，做立体，怎么把它染，
记载那个来读一读，能把马掌这种层次，徐慧在写字上讲，这样的，他在写的过程当中，包括一个字单独一个字，你看他单独，比如说写这个尺字，他这边好像快没有墨了，停在这边转一下，停住，拉扯，再来一下，再拉扯，再收，你看，光这个字他就这样调锋，他就有层次出来了。对不对？那什么出来？而且这边好像我就都没有墨喽。这边这个笔感觉是白白的，感觉是灰灰的、白白的。可是我还是可以在这里面再去调。来，坐。这边变成墨出来，然后写到这边，好，很轻，很轻，很轻。哎，你看我这样顿顿顿，那个墨出来了。它顿完之后，然后带上来。这没有，这个好像都没有了。我们再顿一下，上来，顿一下，转上来，转一下，再过来，顿一下，转。这个转就是把墨挤出来，所以你看，我好像都没有墨了。光这样子，我可以弄出这三个字的层次出来，而且这三个字的层次你发现不太一样。好，然后只要再过来加一点墨上去，这样以后你不用看字典，你会写得漂亮。这是过程。厉害！我帮他。好了哦。这样，硬过。看，志成。你志成，你今天几笔？我你看，加上这个层次，它整个墨色就亮天准，就亮天准。所以写完之后，你看感觉就是这种层次的深浅，深浅。就是这样子，所以这就是怎么去染出那个层次。那这个很重要，这个也很重要，手势动作很重要，笔压速度也很重要。徐渭他厉害就在这个地方，他把它当作画图这样子弄。可是因为他基本上还是书法，他必须只能用写的。虽然我们是用染这个字，国画里面的水墨里面的染是一次一次加上去的，可是我们在书法里面，他必须一次完成。怎么样一次完成这个染的动作？你看我刚才是这样子，是一次完成这些动作。你如果懂这些动作之后，你在写你的那种大件作品，或是你在写那种条幅式的作品的时候，它的层次就会非常丰富，就不再说啊形状很好看，可是款式扁一点刚刚，一点立体刚刚，就全力为水墨画刚刚那些吧。哦，那这样哈 ，OK。